便宜可不是白占的，是要付出代价。亏我也是绝对不会吃的。看电影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创意。我学生证快到期了，带你蹭一次半价电影票。这也行。你好，最近的场子，两张学生票。这位也是学生吗？当然，她我学姐，也是我女朋友。好的。这也太幼稚了，来都来了，三二，合适吗？合适。吃啊。钱可不是白占的，是要付出代价。亏我也是绝对不会吃的。这是哪儿啊？我家。你家？你疯了吧？你家这么大呢，是不是很多人啊？他们都没在家吧？我家里人非常多，而且这个点他们都在家呀。那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走。哎，别，走了走。被他们发现怎么办？那就当见家长。什么呀？喂，这谁呀？没关系，躲我身后。怎么办？走了，那是我奶奶。没关系，她在睡午觉。你小点声。哎，你的房间在哪儿？你要去我房间？废话，不去你房间去哪儿？我房间很私密的，你确定要去吗？我本来只是想带你去客厅坐坐的，但你如果要坚持的话，我也不好拒绝。讨厌。小心台阶。袁杰今天没上班吗？对，今天周末没上班。哦，对，你看我这一天迷迷糊糊的。